来第一作业，大概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刚写作业的，又要写了，哦，大一在做的作业，还没打完。有啊，作业也很快，不一会，我快要跳那么难呢，你想过几次？哎，那其实我一样，我也是去劳工的，你是什么科系劳工的？对，我来。大年初四那礼拜嘛是爱拍，好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